Trusty 奶茶店的确没有高级餐厅奢华的装潢，但却包含着时髦而不失温暖的设计。你看角落摆放的绿色植物，是不是瞬间把整个餐馆变得更加温馨起来？值得一提的是店里的招牌鲜果茶，它既有茶的香浓厚重，又有鲜果本身带来的酸甜轻盈，可说是非常养生的饮料。嗯，它保留着水果的甜蜜风味，非常的独特又养生，它是酸中带一点甜，有兴趣的话可以来试一试哦。接下来就连韩国的刨冰都要让它三分的地道食物，它就是台湾经典的芋圆冰沙。芋圆的软糯口感加上 Q 嫩的仙草，简直就是最佳双飞灵魂组合，绝对能满足你对冰沙的渴望。它芋圆很有嚼劲，不会一咬就散，然后它还有淡淡的芋圆香味在嘴巴里面，真的很解暑。再来就是人人都爱的 Sando 刨冰，炎热的夏天来一碗，保证比起你前任的心还要更凉快。嗯，从远远我就可以嗅到了它的椰香味，尝一口先。嗯，它椰汤和椰浆的融合非常的完美，真的很有童年的味道啊。对了，在这个时间点，如果你们来join它的 member 的话，就可以享用 buy one free one 的 promotion， 然后下一次来还可以享用 10% 的 bill discount 哦，还不快点来。偷偷告诉你们，他们的 Boss System 是 D-Deck Solution 所提供的，找 Boss System 找 D-Deck Solution。